这绝对是共产党，还有这世界上的寡头巨头们对人类的新的一个洗脑的控制的一个利器，我称它为精神界的啊疫苗，就是社交媒体的新疫苗，就是打了让你死，不打也让你死，只要你敢沾我就是死。ChatGPT 绝对是处心积虑的 AI 思想啊武器，AI 疫苗。 百分之百的，大家记住啊，千万不要上 ChatGPT 的当。ChatGPT 百分之百是大佬和政治，说白了跟老百姓没一点好事对老百姓没有半点好处，就是要用你的时间，让你当他 ChatGPT 的奴隶，为他赚钱，为他收集信息，然后洗你的脑，拿走你的未来，毁灭的毁掉你的一切。只要不是基于区块链不是基于一个完全独立的，不是以利为目的，那都是骗子。 兄弟姐妹们，一定要记住，这是社交媒体的疫苗啊，这是一个灾难，AI 时期的黑暗时刻。